龙拳，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称为龙的传人，龙至高无上，而龙拳也为少林武术的一个重要拳种。目前，少林流传的龙拳有多个流派。一，有相传源于宋代乐舞墓传于灵隐后岩岗村的乐传新义拳中的金龙入海拳。据著名老拳师介绍。 该拳源于宋代名将岳飞在兵困牛头山时，见鹰要相斗，叶思言名师周同。该拳种收势发威声，如同少林拳法，显示为少林一脉。二，少林寺龙拳。 相传，盛于明代的少林五拳中的龙拳，据少林古拳谱记载，龙拳练气，古拳练力。其中有龙气横江等动作。三，少林龙拳的另一流派是清代少林弟子仇玉书先生的青龙出海拳。仇玉书老先生曾编记《五备纪要》一书，卷一载有此拳。藏家古拳谱中有青龙入海拳、罗汉拳、大罗汉拳、小红拳、罗罗成拳。 兼为少林法脉，该拳派中的青龙出海与岳飞传新义拳派中的青龙入海，皆为少林龙拳中的著名套路。四，龙拳的另一著名套路为少林练步拳，曾被作为南京国术馆的教材，系四川著名老拳师尤崇训所传。 吴志清曾整理成书发行。本篇介绍的龙拳既是少林练步拳，由少林永文和原河南省国术馆副馆长徐文炳老先生三代传人王洪海拳师试教。 王洪海先生已76年的练武功力。本龙拳系列介绍少林四套龙拳，第一集介绍少林龙拳中的练步拳。本篇由少林永文编辑整理，王洪海老拳师演示。 现在练的是少林龙拳，又称为练步拳。